Hello， 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介绍我们维也纳这个真正的地点在哪里。By the way， 我是 Kim Sam， 我是一名房地产顾问。Okay， 首先你会看到一个黄色的格子呢，那个就是我们维也纳 actual 的地点呢、啊，它就在我们这个 Danga City Mall 对面罢了。如果你本身知道 Danga City Mall 的位置在哪里，就可以大概知道我们的这个 actual site 的地点。OK， 它现在的地级市已经完成了的，地级市已经完成。如果说 JB 的 landmark 呢，大家都会想到我们的 City Square， 又或者是我们的 CIQ Custom 呢，因为今天如果你要从我们的 JB 去到新加坡，是一个必经之路。如果说今天从这个 Veranda 去到我们的这个 City Square 的话，开车只是要两分钟。又或者今天你打算开车进去新加坡里面的话，你可以坐这个 Inner Ring Road。那这个 Inner Ring Road 呢，直接去到我们的 EDR Highway 的下面呢，就可以直接进去新加坡了。所以是一个非常四通八达的一个地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 Inner Ring Road 呢，它连接了四条大道。OK， 第一个是我们的 EDR Highway， 第二 Durbar Highway， 第三 Scudai Highway， 跟第四我们的这个 Danga Bay Highway。如果 for EDR Highway 的话，它是可以直接通往去到我们的南北大道，上到马六甲或者是吉隆坡。中间的话，你也可以串去哪里？你可以串去我们的 Burmas 百万镇，又或者是再到的就是巴西姑娘。Durbar Highway 呢，就是我们 JB 的主要的一个城市呢，它会去到像你比较熟悉的 Taman Pelangi、 Taman Sentosa、 大峰，又或者是 KSL area， 再直接往下去就可以去到我们的 Mole， 然后再到 Austin， 我们的 Aeon 的 Bottom， 然后中间呢就是我们 Veranda 隔壁的这个就是我们的 Scudai Highway 了，以前只有这个 Highway 可以去到我们的新山。 OK， 这边的话如果从 Veranda 会去到我们的 Lucky， 我们的巴士总站到 Danboy昂山到那里，最后就是我们的苏代，从苏代再下去可以直接去到我们的市内，或者是古来，或者是这个南北大道都可以。最后就是我们的这个丹嘎贝了，丹嘎贝 highway 呢可以直接马上去到我们的这个 Berlin 或者是布根达，再下去的话就可以直接去到我们的多萨，我们另外一个方法进去新加坡里面。OK。Veranda 这个地点呢，它的附近四周围的 amenities 也是非常的方便的。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左手边哦，只在短短的十分钟里面，其实全部的衣食住行都会到达。OK， 像第一个就是宽柔我们的宽柔小学二小三小的附近，或者是宽柔中学shopping mall 也比较熟悉的 JBCC、City Square、KSL 或者是 Mid Valley， 全部里面都可以十分钟里面到达。像政府医院JBJ 或者是 Columbia Hospital 也是都非常的方便的，都在附近罢了。OK， 这张照片呢，就是我们 Veranda 当它本来是一个森林的，后它把它铲掉。OK， 现在呢已经把它完成到我们的地基了，地基是已经完成，现在在做着它的一楼。OK， 如果以 Google Map 来看的话，其实你看从我们的这个地点去到我们的这个 City Square 的话，开车只是一个 1.6 公里。一个两分钟的里面，如果自己本身走路的话是一个24分钟啊 ,1.9 公里。当然CIQ 隔壁现在也是在做着我们的 RTS， 我们 JB 的未来的新农快铁啦。OK， then 这一张就是如果从我们的 Veranda 开车去到 City Square 的这个照片呢， OK， 是一个短短的两分钟。今天就是要和大家分享我们 Veranda 这个真正的地点是在哪里。OK， 谢谢你的收看，谢谢大家，拜拜。